到来往南来台三线公路 B 的服务公司，今仔日透早四点外，二枪枪棒传出火警，警报声马上响起。当时伫枪棒内作业的四十多位工人，紧急被疏散至安全地区。伫第一时间，枪棒内的消防人员有家己进行拍火的动作，但是无法度将火势控制，最后通知到来消防队前来抢救。消防队总共动员四十多名消防人员、甲十七台消防车以及大批的警消赶到现场抢救，但是因为枪棒实在是小块，最后佫动用其他大队的器材车前来协助。空气瓶不够，所以我调二大队、三大队的这个器材车通通来，现场可以灌那个氧气，在消防人员的努力下，火爆枪棒的火势迅速被控制，但是黑烟还是一直冲出来，代表内底也有所在伫着火。消防人员真小心伫枪棒内四处找火源。刚刚四点多的时候有看到明火，我们消防同仁到的时候很快把这个明火就扑灭了。可是它里面还窜出很多的这个浓烟，大概是有还有两个地方还有这个引火点，但是目前还找不到，因为浓烟很大，我们怕贸然进去会造成散燃，因此我们现在分批进去，然后前面两个人找火点，后面两个人在掩护这样子。因为火爆枪棒内拢是真容易着火的塑胶原料，加上手棒有一架地向尔宽，消防人员费真大的功夫，才彻底将火拍花。着火的原因初步调查，可能是枪棒内一台机械机油漏泄，拄着火车才会引起这场火警。真正的火警原因，由警消人员进一步调查中。记者叶明伟采访报道。